你站那上面干什么？多危险！快下来！对不起了，妈妈，今天我就要远航。我掉粪坑里了，快来捞我！不是我给在座的各位吹啊，就在这个家里，就家庭地位这一块，没得说，谁能管我？谁敢管我？我就是活脱脱的大爷。苗子，苗子，吃饭了啊？你怎么回事啊你？进来不知道敲门啊？不是我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赶紧出去，那耽误人好事。唉，现在的买卖是真难干，自从开了这个杂货店，钱没挣着就算了，还拉一屁股饥荒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，实在不行还得出去找活啊。老人进去，我来推着你，坐好了啊。瞧一瞧看一看了啊，处理旧猫破猫，挠人咬人拆家的猫了啊。小猫崽子，叫大哥。你让谁叫大哥呢？你哎哎哎，你闹着玩呢，闹着玩呢，咱俩谁是大哥？给我说清楚。你是你是，行了吧，我再也不装犊子了，饶了我吧啊。今天能不能吃顿好的就看这一下子了。呸呸呸呸呸，哎呀，太恶心死了。